王志平，回当来，因为无人咧甲恁照顾吼，啊，你著家己来，唔免惊吼，这个球袂破，做你家己，无要紧。我们有一天也会老，啊，我们老了以后要怎么办？是不是还会有人来陪伴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现在呢，就是趁着我们能够陪伴这些老人家的时候，我们多尽一份心，我们多付出一份心力来陪伴这一些社区的一个独居老人。十年的没有在他旁边，就是从大陆回来才有回来看他啊，其他的就是都没有在他旁边啊。他就是不愿意让人家就是看清说你是独居老人，所以他就什么事情都要做得比人家好，做得比人家多。所以我那时候回来会加入社区的，就是说哎，较早伊咧互照顾，我即马做会到，我来照顾别人，我来照顾其他的人。有爱家人要来做什么？因为其实西北这边在经营社区关怀据点，其实已经2年多了。所以，我们这次的安美计划里面的居家安全改善专案，就是希望我们整个进入社区跟邻里长。好，跟社区职工一起合作，慈济人可以更了解社区里面还有哪一些需要我们更持续长期关怀的这些弱势的独居长者。嘿嘿，来讲呢，总是一个安全性啦，哈？我阿七还好些啦，哟，我咧啦，看安怎会来讲一下，好啦。来，阿青阿伯来。即马就是讲，你买汤你家唔吼，你即马系只啊，阮只甲你做即个手术，吼。因为阿桑伊目睭无看吼，可能就爱做一个啊迄个坡道。虽然说我们来拜访的时候，这个他太太本来是不同意，因为他生活习惯已经习惯了，他的生活上已经习惯了。啊，后来我们慢慢的在跟他沟通。安尼一直换过，对，啊，搁安尼，哦。阮这人，大家拢讲我做有福报的，就是我的囝做友好的，拢当来叫我大了。